我买三只可以吗？250。你们也没办法讲给别人听吗？最近的话呢，哎，赶快啊！你们是老板，又不能讲给别人听。能拿我爸，会几千？但是有时候觉得，哦，你不能用。就自己去厕所啊，不会明白。因为他给你拖，最后事情是你自己的，也不是他的。来，是每个人习惯。来，多少钱来？金毛阿伯来吧，阿姨啊。我敢介绍。那个五颗200块。那不是，他跟你就是做的接受不一样，就觉得芒果怪怪的，芒果卡卡 K K。如果遇到一个跟你很合的员工，就觉得哦，谢天谢地。阿姨，阿姨要不要几百？对啊，你有跟他讲过？好了200啦。哦，不结婚了2婚。结婚了2婚。结婚了2婚。你要几份？啊，5粒就好呀，好。我平时较无细边个，你即个。我那么包鱼的吧？哎呀，登记啊！等你透过来吃啊，煮汤煮饭啊，做了凉拌好吃，200块。我明年啊，200，包鱼啊，包鱼200块，好。老先生你好，包鱼买对，好吃。有在这调一下解析度，看看啊。有没有调味料？调了煮包鱼不好吃。哎呀，我煮包鱼买就好吃啊。剩那边而已没有。不中意啊。因为我刚才要跟注意现场。那北秋呀。阿姨，你搞个北秋，帮我按到500个赞，谢谢。大家帮我按到500个赞。这位呀，好。那大只，哦，啊，飞机啊，飞机大只来呀。你吃来着？飞机大只。哎，有够大哦。够大只。哇。你一只吃几条？太大了，我。一个小大只。千条了。大只啦。真大只。弄死啊！啊，无弄死啊！弄死啊！跟你讲，那就好，好，好不？买一千好不好？这个大只，这我一只是卖300。有啦，这种正很老的，你来看这，哦，这纹路拢滴的，哦，这我一只是卖300，你看这水。一只卖300，两只600了，我卖500。卖1000啦，好不？卖1500啦，哦，这三只就900啦，1400只好不？1000块够你，人家讲了，1000块够你了。1000块。那个。够了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桥上昨天那底哦。等会怎么做眉头？等会怎么做眉头？过了不能期待了，不行。不要想。这是昨天你通知我。500啊，200，500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路给我妈啦，好，我要走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大袋子。如果都不处理，我来处理。好，200好不好？干嘛处理？给别人处理就好了。大袋子给我，我要走了。大袋子。要几个？一个就好了。两个。最大的。两个。乌鱼，我没有买乌鱼。一个应该就够了吧？
你要十八的。我要两只手，一只手会痛死。哦。他没给我。带一个袋子，带一个袋子。来的。这一个泡面。不过姐姐，再过去一点。有你啊，你不会上吧？好，抓到我了。好，够了，他好。好了，我走。OK， 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沙巴，沙巴好掉，你接过你，啊接过你啊。沙巴就这么贵，打不赢一杯有啊？斗，这么贵啊？沙巴，过来不太过不？小章鱼哦，小章鱼哦，他过来买不？章鱼，今天还有几条线不错啦，我觉得今天这样 OK 了。他把叫叫口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放假之前未使食烤肉，他嘛未使食猪肉，哎啦，嘛未使恁猪头啊。什么物件？他是跑了这么远走啊？竹东吗？咖啡店那边啊？可以一碗500块，一碗500，可以很吃的。你对新竹来哦？台北来，对台北的来哦。哦。好，大家，各位姐姐，你们可以啊，这500。我今天不高兴啊！对，直播。没有 YouTube 频道，现在有1300人在看。你买了你们黑啊？黑啊，黑啊，好，黑啊。我等下拿给你。只开300块，哦。黑林，看你们买300、500。龙凯现在没有拉面哦。这什么锅啊？呀，锅啊，6只500，6只500，太多可以买3只。对，大都那边现在有帅鱼啊，鲑鱼、皮带鱼嘛有啊。我帮你看吧。拜拜啊。为什么大都一小时前就跟我说关播了，到现在都跟我说关播？到底是什么时候关播的？
OK， 下面写六光。听到没？哎，几位几包？我叫阿四位。你很老哎。刷鱼来，刷鱼。刷鱼啊，好。哎，这位话的。刷鱼几袋几包？这三袋几包？这位一位三包。哦，八位、七位、五位哦，六位哦，七位哦。哦，五位加二十八个，啊，七位多，啊，你十位哦，二十八。老师，老师你啥？这嘛会三百，你又免五百哦。三百，三百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七位过，七位过，三百。是第几只啊？三百块一盒，吃了一百块去了。那个接下来会缺货，什么东西？对对？鸡啊。对啊，接下来会很缺。对啊，又涨价了。那个卖鸡的说的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哎，海麦才被几包？哎。我要一份虾。一份虾，三百块。北区几位几包？两锅。我觉得大肚今天应该是有人去。OK， 虾米？是他官播了。花仓吧，花仓有啊。大肚现在应该有人在现场。贵沙巴。我刚怎么卖？一定有。包八个。沙巴豆浆、沙姜、西椒、胡椒哩，哦，这辣椒，那个啥，沙巴豆，至少还在半小时。八八一百，八一百，八一百，安尼我找你一百。你厝的雨就我大，一直看看，看啊，怎无雨，竟然走出来。是啊，啊，就是我，但是雨都大呢。今仔个，今仔嘛是有雨，是得水，得水一下。靠丢买沙巴。好。到底过去全部偌济？我拄仔在门口，无得鱼，我着逐逝来，只东西拢无得鱼。那嘛是过时阵啊！对啦，啊第五天啊，拢有啊，我着无闲好来。大肚真的收摊了，收摊广播啦！大肚大广播，多打广播讲，敢是吧？应该无少，但官波无人，我看迄镜头拢无人。对，来三条，来四条，来五条哩。哦，这六条哩三百。三百块。三百块。三百块钱了。
听落来，较歹个无啦。我是拄仔看无，较紧就变大。对啊，迄老者雨都大。过阵无雨都大。大条的。一寸半。多利鱼。今仔算趁趁出水钱了。是啊，是啊，真正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不多钱。谢老板。老板。哎。我啊，老板。我啊。三块几啊？五。三块几啊？五。吓了一跳。三月二十五啦。三月是啥？我看他还在过，就赶快派钱过来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昂哥。那你不是离你很大？一支一百块。好了，还好吗？他比过来远呢。这他妈那么快？哦，对，没有哦，金五路还好，太平也很大啊，还好。我说太平很大，嗯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去太平，我从我家开过过去，去很近，很里面的地方，那就要半小时。这是左蓝那国语是这个，我从大理那边，然后国语到白色的切进去，国语一份500，你好好啊。做人真的不错，好心人好棒。哎，昨天看到你拨他爸爸那个，这样子走路，那个一定要啊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不然大家不知道啊。六片的，六片。哎，那一定要这样子。那个第一场，不然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下雨天也不好。对啊，可是没关系啊，至少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。哎，几块1800？今天货比较少。嗯，对，因为下雨天啊，那个不可以拿太多。好，谢谢您。这辆三明可以给我2包吗？可以。来，找一口吧。来，2包虾。哎，不要袋子了，给我放进去就好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秋风扫落叶，叽叽嘣嘣嘣嘣嘣嘣。如果雨还有吗？如果雨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如果雨没了哎。要弄我理由吧。多少？200块。前面那边有水可以洗。400块就好了，全部给你，好不好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400，太多了吗？也太多了。是40块。两个就是男生哈。要？啊，不要。我怎么买了这么多女的？买了很多了。找他会去买货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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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鱼几块一百，五百几块。加肉啊，我帮你看一下。500块一只。啊。500块一只。对，500块六只啊。只有花枝丸，没有鸭肉丸。可以换了，我就在这边买了。不行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
对，一个人三只，好不好？两百这样。哎，你那个小的这个怎么卖？哎，你这个给多少钱啊？这个阿姨怎么样？那你先买这么多。好，那你这边啊？先买六方的，这个可以十只三百。啊？北京这细只十只三百。十只三百。十只三百。一只出三十只。我今天买太多了。我们两个人啊，对对对，那你就三只。